哎，这可以吃了吗？超酥脆的虾饼真的让我爱到翻掉哎！梅森，我这次真的是私藏大公开哦，整只虾肉制作，不用虾壳粉代替虾味，真材实料，超级好吃。而且他们的口味非常多，我全都吃过，也全都无雷。盐烤海苔、咸蛋黄、避风塘、原味、四川椒麻，每一种都是追剧必备，大朋友小朋友都一定会爱上的饼干。每包分量都很足，而且你们有听到这个清脆的声音吗？你们咬下去，这些就是会出现在你脑海中哦。大眼虾饼梅森火热开团中，各位请大力的下单，留言加一，我传连结给你，数量不要买太少哦，这个绝对会让你吃到回味。那些只想买一包试试看的人，你一定会后悔哦。各位梅粉们，赶快跟上吧！